有困难就去找地横司嘛。户籍管理效率好低啊。对了，哈哈，瞧我这记性，您来了，将军的贵客能把咱的求告听在耳中，真是不胜感谢。之前您在长乐天广场中救下龙女，我代表照看不周的地横司同袍在此谢过您。如您所见，自星河灾变降临，魔音身的狂症就蔓延开来了。魔音身是仙州人一直以来所避忌的宿命，在石王司的守望下，他本不该如此频繁地出现。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，尤其是云奇这样要承受压力与风险的人，开始堕入魔音身。而且那些人的样貌也变得极为可怖，形如怪物。这与我过往对魔音身的认识不同。正是。所谓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我虽然只是地横司一介小吏，但长期在一线工作，总能率先嗅到些危险的味道。您本事高强，受将军委托一路搜索星河，一定会与魔音身交手。若是查到了什么蛛丝马迹，希望您能知会地横司，一则我和同僚们能及时应对，二则若有帮得上的忙，我也可以及早出力。哦，对了，这一路上你有什么发现吗？我看了您找到的那封信，坦白说，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这事儿超出了地横司所能管辖的范畴，所以我联系了将军大人坐镇的神策府。我身边这位，这位是青族大人，是景元将军的测试长。关于信的事情，相信由他来解释比较稳妥。是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实在是辛苦你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你从魔音深处获得的信我已看过，
云奇军排查星河所在的同时，我也奉将军命令追索魔音身相关之事。托你的福，线索已浮出水面了。外人看来，这封信不过是某人久病得愈的家书喜讯，但里面所写的事情实则触犯了不赦十恶的禁律，堪称大逆不道。没错，在联盟成立后，仙州上的一切意志行为都有严格的标准和界限，为的是避免借治愈之名求取长生或变异改造。信里提到的实验，我翻遍了卷宗，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。联想到丹顶司的洞天被封锁了，其中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这封信的作者恐怕正是那个被你打败的魔音身，他受人蛊惑，以治病为名遭毒害，成了你所见到的模样。似这等做派，令我想到了一个在仙州上绝迹千年之久的组织，药王秘传，以发掘禁忌丹方，复兴所谓的仙道之秘为置业的丰饶信徒。没想到这样一个早已消亡的组织，如今竟然又死灰复燃，开始作乱人间了。神策府必须在事态变得不可挽回之前，彻查这个组织当前的状况。如果接下来你还找到了类似的，可能与药王秘传有关的线索，请来神策府交给我。神策府现在很需要这样的第一手资料。放心好了，神策府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为我们做出过贡献的人。我最近接获线报，趁着眼下局势混乱，长乐天一带似乎有人在蛊惑化外民，也许你可以从那里开始。实际上，在几个月前，我曾派出了一位调查人员加以刺探，有了些眉目，但对方似乎也起了疑心，卧底失联了。我疑心他是被人认了出来。你是罗夫上的生面孔，还是化外民，这件事交给你来办，我放心很多。与这些妖人接触，难免会有危险，请一定不要疏忽大意。户籍管理效率好低。就去找地恒司嘛。
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看传统文学？网文才是当代文学的主流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一紧张就肚子疼。我是不信世上有鬼的。油烟积累，修理新茶。洗油烟积累，修理新茶。
鸡嘞，修理心肠。你快点吧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文人雅士都爱来到这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位异邦的客人，请留步。你渴望长生吗？不渴望。也许是因为你对此已然绝望。谁会拒绝永远活下去的机会呢？只是仙舟全然不在乎短生中的福祉，他们固执地禁绝走向长生的光荣之路。我叫绿芙蓉，此番来到长乐天，就是希望能邂逅到像你这样的有缘人，和我同登长生仙道。怎么样，跟我一起去个更适合讨论这些事的地方吧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，我们都是些老实本分的好市民呢，只是比其他仙州住民更忠实于内心的渴望罢了。我不会害你的。怎么，你想明白了？怎么，你想明白？咱们出发吧，这里人太多，不宜久留。到地方了，就是这里。你放心好了，药王慈怀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药王秘传的侍者，之前在长乐天不便暴露身份，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告诉你们了。药王秘传是奉慈怀药王为正教正法的组织，而侍者就是我们这些追随者们的自称。想获取长生之法，就要成为一名侍者，但想成为侍者，还要经历一些小小考验。请各位见谅，随着药王秘传逐渐壮大，也引起了那些妖功信徒的注意，若不这样小心行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哈哈，不用担心这个云奇，他和你一样，在接受考验。只有那些被妖宫蛊惑之人才会仇视慈怀药王，但很遗憾，这样的人很多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每个种族都会渴求慈怀药王的恩惠与治愈。无论他们是否听说过丰饶的名字，胡人渴求治愈仅有300年的寿元，驰名渴求治愈轮回和绝嗣之苦，而仙州人，他们渴求治愈魔音身的折磨，虽然我们认为那并非折磨，更像是某种进化的恩赐。回到你的问题，
药王能治愈你们短生种的衰老、病痛和死亡，就像他对仙珠人所做的那样。令诸所求，必有所得。慈怀药王心胸宽广，绝不会轻易拒绝任何人的祈愿，所以我们药王秘传的入门考验也不会太刁难人。只要将这册千手慈怀药王旧饰品抄写500遍，让兄弟姐妹们相信你的诚意，就可以让你成为一名侍者了。这可是咱们药王秘传的根本大经，你要怀着前进的心情认真抄写，最好还能背下来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成为侍者之后，你还要经过很多其他的考验。多吗？以前的规矩可是50000遍，我当年就抄了50000遍，现在是魁首大人疼惜苍生疾苦，才特地改成了500遍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试炼还没结束，你可不能走啊。别抄了，你还抄上瘾了是吧？我来替你抄完吧，你来帮我望风。啊，行了行了，终于抄完了，我认得你，你是景元将军的贵客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说冷笑话了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是来卧底的。我其实也是。我是长乐天魏书区的云奇，见到那个绿芙蓉一直鬼鬼祟祟的，还宣传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，这才跟过来准备卧底。没想到啊，一来就被他们怀疑了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才勉强让他们相信我是真心想加入药王秘传的。我寻摸着像这样的邪恶组织发展下线时，多半希望成员能在执法者队伍里渗透影响力，所以我穿着盔甲就来了，这叫充分洞察用户需求。嘘，说话小声些啊，这帮家伙可不是吃素的，要是让他们发觉咱俩是卧底，那一个也跑不了。
先说好了，我帮你抄完经，你可要帮我打掩护，我得去神策府通风报喜。静下心来，慢慢抄写，慢慢体悟千手慈怀药王救世品至善至美的启迪。请静下心来，已经抄完了，这么快？我检查一下啊。还真是都抄完了。还抄得又快又好，看来你是颇有仙缘的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入门试炼分为两步，你和那位云奇已经完成了第一步，现在还剩下最后一步。啊，好啊，那这下一步等我们明天再来吧。我现在是勤务时间，偷偷跑出来的，再不回去他们会起疑心的。不必担心，第二步非常简单呢，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咱们药王秘传的用人原则是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所以请二位在此处决斗，活下来的人就可以正式成为一名侍者。抄经可以判断出二位的前进之心，但是否对组织忠诚还需要一些更有力的保障啊。没办法，规矩也不是我定的。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别呀，我们是为求长生才来的，又不是为寻死才来的，这样突然让我们决斗，我们很难办啊。倒也不是强制你们决斗，不肯斗也可以，但那样就不可能放你们任何人离开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让我先做一下心理准备，这总可以吧，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事啊。我倒是无所谓，这要问你的对手。好的，那你们准备一下吧，时间宝贵，别准备太久。你要去哪儿？这样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可以让你加入药王秘传，也能让我全身而退。你和我决斗，然后我会败给你，假装自己已经被你干掉了。你假托帮他们处理尸体，把我带离现场，这样一来咱们双方的目标都能完成。我见识过你的手腕，可千万别失手真把我给打死了。别呀，你下手轻点儿。哎，算了，这本来也是我自己捅的篓子，生死由命吧，你尽量别打死我。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可以决斗了吗？这样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你和我决斗，然后这样一来咱们说，我见识过你的手腕。好，就知道信得过你，那我可就把这条命托付给你了。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可以决斗了吗？
这位云奇壮士呢？我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那接招吧。真是好身手啊，刚才还生龙活虎的一个云奇就这么被你撂倒了。你赢了是好事，这家伙穿着云奇制服就跑来说要入教，说话没头没脑的，真要是他赢了，我还有点担心他是不是真的可信呢。子居、蓝桃，找地方处理了这个云奇。你来，你知道怎么处理吗？哎，怎么会呢？咱们药王秘传绝对是用人不疑的。嗯，也好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在长乐天传教数日，可能已经引起了猎狗们的注意，你去处理还安全些。那么这就当作是你为组织完成的第一件任务吧。哼，你做事这么积极，我也会和上面如实汇报的。无论如何，恭喜你成为了一名侍者，你的代号就叫做灰牡丹吧。灰牡丹，为逼人耳目，我们分散离开，稍后在别处会合吧。再会。我装死的本事还行吧？那帮人根本就是一群疯子，你之后和他们接触可要小心啊。啊，你刚才还真打算对我下死手吗？吓死我了，咱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那我先回神策府报告了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有困难就去找帝恒司嘛。
之前明明和绿芙蓉说好在这里会合，可这人似乎不在。这里有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灰牡丹，这是绿芙蓉给我的信吧？药王秘传还真是谨慎，看来只能先去帮他们完成任务了。要截获信件的话，应该去长乐天的物流鸟架上找找看吧。似乎不在这个物流鸟架上，找找其他的吧。是不行，世上有鬼。你油烟积累，修理心肠。这个邮包上写着神策符收加急、啊、找到了，这就是药王秘传想要截获的信件。不过这个邮包似乎被加密了、啊、这也没办法，毕竟是重要情报，试试看能不能解开吧。这确实是药王秘传的内部命令。从这份紧急指示上来看，药王秘传似乎注意到了神策府近期的渗透行动，怪不得绿芙蓉这么急着截获他。先用手机留下一份副本，然后拿去交给绿芙蓉吧。世上有鬼的，
紫月姬大人，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灰牡丹，是一位很可靠的侍者。灰牡丹，这位是紫月姬大人，长乐天地区的负责人。看得出来，你的确身手不凡。不必谦虚，我习武多年，你有几斤几两，我一看便知。那么，像你这样的强者，为什么想成为药王秘传呢？可以理解，妖功祸祖所谓的拯救与破坏毫无差别。他用谎言和力量蒙蔽了仙州人，让他们对慈怀药王的恩惠产生了恐惧。而药王秘传的职责就是斩断这种无端的恐惧，让仙州人重新回到慈怀药王温柔的怀抱之中。给你这张药方，只要服下这副药，就能够像我一样，斩断妖功祸祖施加在你灵魂上的枷锁，获得极致的力量与自由。组织中负责丹药的侍者听说你是个出色的战士，于是给你开了这个方子。这里面有些药材可以在医馆买到，有些药材则需要你自己想办法。但凭你的能力，这应该是小事一桩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据说有几万人之巨。药王秘传的组织结构奉行扁平化原则，每个地区的负责人都直接向魁首负责，其他地区的情况我是一概不知的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，即使长乐天的组织被猎狗们一锅端了，其他地区的兄弟姐妹也不会受到波及。负责开药方的人身份大都比较敏感，虽然我知道他们的身份，但为了他们的安全，我不能告知任何人。哎，并不是不信任你啊，灰牡丹，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。老大，你是说魁首对吧？会见到的，现在还不急。相信以你的能力，只要继续这样尽职尽责，很快就能见到魁首了。说来惭愧，我曾是猎狗中的一员，我修习了近百年的枪术，还差点就能当上云奇的教习。可由于凡人脆弱的躯壳，我永远无法突破自己与那些武学天才之间的最后一丝障壁。好在你手里的这一副龙盘球月拯救了我，服下了这副药，我终于成为了凡人无法企及的强者。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，过去那个可悲的神枪直信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只剩下了慈怀药王忠诚的侍者。等等，你认得我？你从哪里认识我的？为什么听到直信这个名字，你的表情就变得不对劲了？紫月姬大人，出问题了，这家伙怕不是来找你的卧底。混账，你考验半天考验了个什么东西，这样明晃晃的一个卧底就让你放进来了。哎呀， 我冤枉啊，这人可是当着我的面杀了一个云奇啊。可恨啊，妖功祸祖让这群可悲的凡人变得视死如归，为了潜入药王秘传，甚至不惜用性命来一出苦肉计。慈怀药王赐予了我敏锐的感官，
任何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你这种可笑可耻可悲的凡人是不会懂的。那么灰牡丹，不，神策府的猎狗，请你去死吧。切忌冲动行事。生死虚实，一动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转圈圈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争斗并不意义。药王慈怀，赐我刀枪不入之躯，千军难敌之勇，万夫莫开之力。彼等猎狗窜伏皆鼠辈，安能与我匹敌？还不速速引颈受戮。尝尝本姑娘的厉害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烟雨看什么看？哎呀！要开始了！哼，转圈圈！算你们运气不好。你不行。原来紫月记就是青族要找的那位失踪的卧底，这人竟然加入了药王秘传。去神策府和青族说说这件事吧，也不知道这次任务算是成功还是失败。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是发生什么意外状况了吗？别担心，你的卧底行动很成功，虽然暴露了身份，但也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，最后还能全身而退。这样王牌间谍般的素质，真是令人惊讶。只是没想到执信竟然走上了那条邪路。你做得对，寿翁祸祖就是这样，用力量和生命做诱饵，让无数像执信这样原本前途光明的人走上一条不归路。你的一手消息非常有用，敌暗我明，有了这些情报，神策府的决策也会更加精准。
这是给你准备的酬劳，请收下。哦，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对这个组织的现状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虽然派去了一些卧底，但大都无法像你一样深入敌营，只能在外围徘徊。神策府还在试图搞清楚一件事，他们到底是沉寂千年后死灰复燃，还是在这千年间一直秘密延续着呢？但无论是蛰伏至今还是死灰复燃，他们这次突然堂而皇之地冒出头来，那定然是在酝酿着什么阴谋。这几个月我一直都很担心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并没有，虽然药王秘传的密信中写得好像我们无孔不入一样，现在成功潜入药王秘传的卧底也就寥寥数人，而且他们中大部分并没有像你这样暴露身份后还能全身而退的实力，也没有迅速获得信任的智慧和好运。况且卧底也不能真的服下那些药王秘传的丹药，吃了那东西这辈子可就全完了。总而言之，目前还没有人能像你一样深入核心，拿到这么多一手资料。这篇千手慈怀药王旧视频是药王秘传不知从何抄来的经文，多半是神将时代禁书的残篇，但依我看，这玩意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不过是用一种扭曲的视角重新叙述了兽温祸族扭曲造物的行为。经文并没有什么蛊惑人心的力量，人们从来只是自己蛊惑自己，而经文给了他们谎言和虚假的希望。至于你所获得的这张药方，这就在我的知识盲区之内了。眼下有几位可靠的丹士正驻留长乐天，要请你跑一趟，向他们咨询这方子的细节关窍，这样神策府也好有的放矢备制解药。鉴于药王秘传已经对我们的卧底行动有所察觉，神策府这边也是时候收网了。若问出了药方的细节，欢迎随时来找我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要问吗？你问吧，我知无不言。有空的时候，记得帮我找那几位丹士问问药方的事。你好，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？哦，原来是神策府的公事，那我一定全力以赴啊。药方拿来我看看。嗯，这玩意儿如果是从别处来的，我一定会斥为胡言乱语，但毕竟是神策府的公事，那就不会那么简单了。这个药方我理解不了，我想其他丹士也理解不了吧。我建议你直接去问问我们的丹士长丹书大人。丹书大人向来以思路奇诡而著称，他配出来的有些方子他自己不解释，连我们都看不懂药理，但那些诡异的配方往往都能产生极为神奇的效果。丹书大人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丹士，我甚至都很难想象他竟然是一位目不能见的天缺者。哦，丹书大人喜欢在若木亭休息，你去那里应该就能找到他。
丹书大人喜欢在若木亭休息，你去那。恭候多时了。你的气味很明显，失去一种感官会让其他的感觉被迫变得敏锐。在下听其他丹士说了，你有药方要我鉴定，读给在下听听吧。有劳你了。真是一个显怪的药方。这方子的药理在下大概懂了，是要汲取龙翼之力，使自己获得阳生。不过具体的药理还是要等在下验证一下，这可能需要点时间。毕竟在下也不能真的去取驰名髓来测试，对吧？留个联系方式吧，药理鉴定结束后在下会联系你的。这龙盘球月的药理实在显怪，在下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，等有了结论在下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。